们要在今年的520云林县政府首次举办集体结婚了哈。那520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数字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我爱您哈啊，这样一个长长久久，让哈这对新人哈能够长长久久哈，能够互相对自己心爱的这个对方哈啊，能够啊长久的爱对方，然后我想这520我爱你有这个意义的哈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当天户政事务所呢哈也会在我们剑湖山哈，我们这次在剑湖山举办哈啊，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场地哈。那在剑湖山举办，户政事务所当天为你哈换发新的身份证是520哈，所以我想这一次的集团结婚，我们预计要30对哈。那我们当然是邀请哈啊所有哈想要结婚的，可以在520这一天来参加我们的集团结婚。那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很忙碌啊，从去年的520之后到今年的520，这当中呢大概有一些新人他只有登记没有公开的仪式。那如果想要参加，我们当然也会把机会给你啊，但是我们还是以优先呢 前30对哈为主了哈。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这个记者会呢，最重要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月15号哈，这当中哈来报名的哈啊，我们呢会透过我们民政处呢哈来跟你联络通知哈。那我们还是以30对为限哈。那希望520那天呢，就是你生命当中非常有意义，而且呢非常值得你纪念怀念的一个好日子。我们是从我们是云林人，然后我们之前在台南工作认识的。那我们就是因为觉得云林这边发展得很好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回来云林这边成家立业，这样。对，云林发展越来越好，谢谢县长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好，留下来，好，而且万宝龙计划，我们加油！这么多来自云林县所有最棒的产品，通通要一次送给你。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摸彩哈。东京来回的机票哈，那还有很多很多的电器用品啊，通通每一对新人都有哈，所以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澎湃，哇，嫁妆啊一箩筐，一棒一箩筐，哎。